大家好，我是健身工厂风源厂教练，我叫 Riven。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深蹲200下变化式挑战，所以我今天会一次把200下做完。那今天会有10个动作，里面我不会休息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试着挑战看看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状况不行的话，请帮我将影片做暂停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再跟上我的脚步好吗？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开始吧。
的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训练的深蹲200下变化，直接一次把它做完。那做完的话，如果你觉得不错或者强度不够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做加重或者是负重，或者是把节奏再做快一点。那喜欢的话就帮我分享给其他的亲朋好友啊、长辈们啊，去给他们去做尝试。那强度的话就是一样因人而异，如果身体不适一样帮我把影片做暂停，然后休息一下再跟上节奏就可以咯。